民众开着特斯拉，视线却越来越模糊，被雨水冲到，仿佛来到洗车场。就连停在路边的车子，车身一半以上都泡在水中。我的车还可以骑，小心哎！机车骑士哭笑不得，水淹到看不见车轮，电动机车竟然还能继续骑。开密台风，淹水灾情不断，爱车轮为泡水车，到底该怎么办？轮胎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水是到我们的底层下面，那还算 OK， 我们可以当场说，大家看一下就可以。水淹到轮胎三分之一以下，建议关闭冷气，发动引擎，离开淹水区。水面高度到轮胎二分之一，就要用脱掉方式移动车辆。如果要发动，也要关闭冷气，启动引擎，慢速行驶。 水一旦渗透到车内地板，就别再发动引擎。车辆各项油品都建议更换，还要检查系统电路是否能正常运作。原本的水可能进到引擎或者是电器或者是电脑，它原本没烧掉，它已经断电了。可是你又一发动，导致它电线走火，就是电乱流。 就导致整个电器设备烧掉，那可能就是更严重。车辆严重泡水，除了要确认引擎、变速箱、差速器等重要系统是否受损，还得对轮轴、刹车系统做完整检查。那引擎部分是完全不能进水。 进到水的话，就一定会爆缸。台风天，爱车不慎淹水，依照泡水程度迅速处理，才能避免弄巧成拙，花更多冤枉钱。三立新闻，张庭祥、一立庭综合报道。 开密台风肆虐全台，中南部灾情严重，多处淹水。台风过后最怕的就是这些泡水车，不知不觉流入中古车市场。怎么辨别泡水车？第一步就是先打开车门，闻一闻有没有泡水过的霉味。第二步就是坐进车内，先拉开旁边的安全带，有没有淹过水的痕迹。再来就是看下方的椅子、螺丝有没有锈蚀。除了内装之外，还可以要求车商打开引擎盖、卸下防护板。虽然大部分都能清洗。 但只要仔细检查周围线束跟小零件，尤其是细微的连接处，有泡过水，泥沙痕迹会很明显。如果还不够放心，车辆顶起来看，一目了然。你看那个螺丝的手点不正常，隔热垫隔着的状况下，那你里面会有水，会有泥沙的痕迹的话，代表说你水一定是有淹过去。下面的电线啊，有些什么土石、砂石的痕迹，这些都会有痕迹的，因为没有本事清的这么干净。其实泡水车也有分等级，轻微是水深超过车轮，检查电路、底盘修复后对车辆影响不大，而中度是水深到仪表板，线路、电脑零件有进水的疑虑，整辆车泡在水中是最严重的，维修后安全性低，建议直接报废。 买车消费者不只要学会辨别，但如果不孝车商故意隐瞒，签约上就很重要。如果跟定型化契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泡水的高度呢，不符合，那我们可以透过定型化契约的要求的这个标准来跟业者做所谓的求偿。入手中古车得小心判断泡水车的可能性，千万别光看价格贪小便宜，买回来未来恐怕修不停。三立新闻林淑贤、方玉祥综合报道。